și mai bun.青春少年，谁不想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？只是这人世间又岂能事事如愿？这一生是平庸还是非凡，其实很简单，前路就摆在我们的眼前，关键就看我们怎么去选。因为上天给了我们同样的爱怜，赋予了我们同样的才智和期限。青春有限，梦想无限。如何去把青春的有限向梦想的无限转变？看，希望在前，梦想不远。成功的故事就看我们怎么去上演。或许成功就在明天，也或许离我们遥遥无边。为了明天，心中的英特纳雄迈尔能够得以实现。今天我们必须收起贪婪，用我们的勤劳和汗水去追逐明天。不管前路有多艰，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勇往直前，那样我们就会前程无限，破路无边。愿路迢山路